马来西亚籍超偶歌手艾辰17日经船坠楼意外身亡，消息震惊演艺圈，不少朋友也发文回忆与艾辰的点滴。资深艺人曹希平更是在脸书再次分享4月时无意间路过艾辰在西门町经营的美食餐厅，在餐厅的最后一夜巧遇了艾辰与王彤，当时他还鼓励夫妻俩要好好加油，让大家跌破眼镜。曹希平忍不住动怒问艾辰，你说到没有做到就走了，你没有好好照顾王彤，你不是答应我说会好好照顾王彤吗？你还说没有问题，言语中感受得出是多么痛心。最后曹希平还是祝福艾辰安息，名跟利都放下了，不用再追求了，不用再想那么多了，但也希望他要保佑王彤度过难关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